不是，我觉得他主要讲这种韩国街边美食的影片的 jump scare 做的比恐怖游戏还可怕。靠腰，妈的，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。妈的，这个 jump scare 妈的比恐怖游戏还多。靠腰一大堆那种 jump scare， 最后面应该就没了啦。不一样。